南韩国家情报院情资显示，俄罗斯提议跟北韩、中国大陆三国进行联合海军演习，而这个提议是在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七月底造访北韩的时候提出。根据韩联社报道，肖伊古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参观洲际弹道飞弹等武器展的时候，将俄国总统普京的签名信交给金正恩，并且针对广泛军事扩张合作框架还有金正恩达成协定。而根据纽约时报也引述消息人士说法，金正恩计划九月将造访俄国跟普京见面，讨论军援俄国的可能性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